Showgirl带动气氛，全台最大电器展一连四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，不少民众周末一早就来逛，连艺人夫妻档也来抢便宜。但我的烘烤炉好像，差不多该换更先进的。看到现在的那个电视都好炫哦，6000不够的话，就是不是你要补贴我一下？没有，就是6000的预算。<笑> 搭配政府普发6000元，不少厂商推出优惠活动，申报40型电视，原价9900元，现场6000元带回家。飞利浦家庭影音指定商品赠最高8000元邮政礼券，再送无线蓝牙耳机。另外，有业者推出32型电视加16寸的 DC 风扇，组合现成3678元，还有3项小家电合购省5000多元，带动整体买气。 人潮都有带来一些不错的效应，那个业绩增长率吼，当近2%到3%左右。迎接夏季，冷气询问度最高，搭配政府节能补助，业者拼战。奇美冷气含安装最便宜$10000，申报智慧空调，现场售价$16000。歌林冷气展场优惠价$29900，节能补助会再折扣。现询问度最高的话是冷气，大概有50%以上都询问冷气。 这一次的电器展盛大举行，加上政府普发6000元，电器商业同业工会预估将创造超过18.5亿元的业绩，商机惊人。记者陈正茂、杨宗彦台北报道。 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，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 77，若愚帮你来打折。